不一定要整桶原汁。好，因为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，龙珠湾这边有一个白头桥，旁边有一个产业道叫成功路，成功路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台七的板级隧道。好的，到了板级隧道，往右到富士山，往左就走从大溪服务的方向出去。好，所以你不一定要整桶原汁。那你继续往上走，等一下我们介绍呢，你就连接到我们的安平生态公园，就是在我们这边的红湖路。右手边这边有一条水道，这条。